西安古观音禅寺内的一棵1400多年树龄的古银杏树，因一组照片成为网红，大批市民慕名前往。最多的一天，前来看这棵网红树的人达到了7万人。2016年秋天，一组关于寺院内这棵古银杏树的照片串红网络。照片中，银杏树的树叶在一场秋雨后洒落满地，颇为壮观，看上去满眼金黄。随后，看到了这组照片的游客开始大量涌入寺院，希望能够亲眼看到这棵古银杏树的美景。而今年，为了保证参观秩序，想要看到这棵网红银杏树，需要提前用手机进行预约才能观赏。